NBA 历史上全能球星不少，他们能得分，能组织，能防守，感觉在场上是无所不能。队内有这样的球员，攻防两端贡献都会巨大，对于球队提升也更大。那 NBA 五个位置最全能球星是谁？这个估计每个人答案不同，我今天就根据自己的理解给出了答案。中锋奥拉朱旺、约基奇出色，但是奥拉朱旺更胜一筹。奥拉朱旺进攻范围广，他一样可以投三分，低位进攻是大师级别，特别是脚步真的是华丽，防守更是顶级存在，他可是历史盖帽，一人就能撑起球队防守体系，传球也是精英级别，能够盘活球队进攻。论全能性，在中锋位置只有约基奇能叫板下奥拉朱旺，其他人都差太远。大前锋加内特，新世纪后第一位全能战士就是加内特，常年都是20+10+5，一个内线有这数据真的可怕，进攻端能保持场均20+，这已经是顶级得分手数据，同时还有10篮板、5助攻、2盖帽、2抢断，数据直接被加内特填满。他可是能打五个位置，后卫他都可以胜任。就这样的全能选手，任何时代都是顶级巨星。小前锋詹姆斯历史唯一的311选手，他的全能性有目共睹。他得分不是最强，如果100分他至少是95分，同理如果其他技术都是100分满分，他都是95分以上，这一点太可怕，每个技术都是接近满分，加上强大的身体，他在场上自然是随心所欲。38岁还能叱咤赛场，如果没技术只有身体，早就被联盟淘汰了。控卫魔术师，魔术师就是控卫天花板，他可以像分位一样得分，各种突破根本拦不住，背身单打也是大师级别，他也能像锋线持球，然后指挥进攻，各种助攻送到起飞。实在需要他也能打内线，第一个 FMVP 就是打中锋拿的，他的身体和技术能支撑他打五个位置，如果自律点，历史片名真的不输乔丹。分位乔丹这个位置无脑选乔丹就行，因为他就是如此强大，说得分10次得分王，说防守9次一防，还有单赛季 MVP 加得分王加 DPOY 的神迹，他能做到所有事情，在场上完全属于是降维打击，15年生涯就锁定历史第一人身份，也就乔丹做到了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